大家好，我是菲比，欢迎来到菲比寻常 Lab 去。今天我们要去宜兰大同乡的新亮点露营区哦。我们今天是2天1夜的行程。今天的影片中，我们一样会搭我们的车尾客厅帐。那如果对这一类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记得先帮我订阅追踪起来，这样才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上片通知哦。这是菲比新入手的克米特双人露营椅哦，它收起来的样子就是一个大帆布袋，然后里面这都是可拆卸的。组装的方式很简单，它都有防呆。这边是木卡榫，接上去之后，金属扣环扣上。把木条都扣上去之后，我们的双人露营椅就完成咯，讲讲。好，这个双人露营椅的后面还有袋子哦，后面有收纳袋，这边有收纳袋。这个露营椅可以耐重200公斤哦，所以两个人坐是绝对没有问题。看两个人坐还是很宽裕呢，这个空位很 OK 哦。露营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耍废哦。露营椅太舒服了，工具人椅下线。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我新入手的露营椅之外，也跟大家一起开箱这个焚火台哦，这是第一次使用。我这里有组装说明。这个防火台的架子跟蛋卷桌一样，哎，直接这样子撑开就可以了，直接拉开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固定防火布。
把防火台反过来之后安装防火布，这样子这个方向会比较顺手啦。等一下我们把四个角角都魔鬼粘固定好之后，好，再把防火台翻过来。四片挡板安装好之后，再把网子套上去就可以咯。这样这个部分就是防火台的形式，那它还有烤肉架的形式，它有附一个烤肉网。那烤肉网一样，这个是个洞洞，把它插进去之后，它就是一个烤肉架嘞。等于这个是两用的哦，两用功能的，不用另外买烤肉架。让我们期待晚上疗愈的萤火吧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木头，这个是松木，这个是龙眼木。这个龙眼木呢是买的，然后这个松木呢是家具行的废材，就是边角料。Thank you.
得走到帐篷外面有点冷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搭内帐咯。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两天一夜车尾客厅延伸帐的搭帐样子哦。这是一个大 D 型的开孔，拉链蛮好拉的。我们把我们的车速床垫拉下来，直接铺在内帐里面。下面还有护槽垫啊，可是护槽垫好硬哦，还好有这个车速床垫。然后侧裙的部分呢，内帐车尾这个遮裙遮的部分，我们是用夹子夹起来，那就是把它稍微拉挺一点。不过其实如果没有夹的话，它虽然有点垂垂的，可是蚊虫也不会飞进来，只是说防风度的话，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。啊，稍微拉高一点，它风比较不会直接吹到我们睡觉的地方。然后从帐内看出去是这样子。
这样讲，因为我们这次，因为我们这次一车包场，所以旁边都没有人。哦，刚刚在外面煮早餐，因为实在太热了，所以就把桌椅拉进来里面。那这个算是没有前庭的搭法。那没有前庭的时候，这边一定一样，门拱的部分一样要拉线下来支撑，它两边都要有拉力，这样子这个帐篷才撑得起来。前面的部分我们一样是用吸盘，吸盘吸住车顶。哎，我们车顶是弧形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吸在前挡风玻璃这边。我们是用大吸盘，这个弹力绳是120公分的弹力绳，对。然后缝隙的部分。然后之前有网友询问呢，这个车尾帐的长度，那大家看现在搭起来的样子，这个大大的窗户旁边这里有拉链线，有没有？从这一条拉链线，这条拉链线其实就是车尾的部分，有没有？就是看得到吗？这边车尾，好，等于是说你的车子长度再加上这条拉链线之后的长度，就是这个车尾帐的长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追踪我的粉丝页跟 IG， 可以跟我有更多互动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
我们现在收拾好了，要准备回去咯。你看这个椅子有多好坐就知道，我们把它留到最后再收，因为真的很适合耍废。好，你看一车满满的，其实也还好啦。